大家好，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兄弟连细说 Linux 配套视频，我是沈超老师，我是编卓。屏幕下方是我和沈超老师的微博联系方式以及兄弟连论坛交流方式，欢迎大家通过以下方式和我们进行学习交流。哎，这节课呢我们继续来讲权限管理，权限管理当中的 ACL 权限管理。嗯，在这节课之前我们已经学过了 ACL 权限的简介与开启。对，上节课学过了查看与设定 ACL 权限。嗯，那这节课呢我们来学习一下最大有效权限和删除 ACL 权限。删除 ACL 权限很好理解。嗯，那最大有效权限是什么呢？对，我们来查看一下刚刚上节课我们设定的这个 project 的这个权限。嗯，大家是不是发现我说这句话是报错不理他。嗯，这是注释。嗯，这是我们的用户所使用者的权限，这是视听用户的权限。嗯，这是组，这是我添加了一个既不是所属组的权限的一个 ACL 的组的权限。嗯，和其他人权限。但是还有一个是 mask 权限。对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最大有效权限。听起来好像不太好理解，其实我们就说啊，它其实指的是我给用户赋予的 ACL 权限并不是这个用户所得到的真正的权限，嗯，而是需要跟 mask 的权限相与之后得到的才是真正的用户权限。嗯，哦，相与，这个我知道。哎，就是两边都是真值，嗯，它就为真，如果有一个为假，整个就为假。哎，这就是逻辑句，对吧？哦，对。那如果要是在权限呢？哦，就是 A 和 B 都有读权限的时候，它语出来的结果才是有读权限。对，如果它有一个没有读权限，那么语出的结果就没有读权限。哎，妹子说的非常对啊，嗯，看来妹子对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熟悉啊，不愧是学 PPT 啊。嗯，那如果放到我们这个权限这里，大家就会看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它是这样的，你的 ACL 用户的权限和 mask 权限要相应。对，你的 mask 权限要和 ACL 权限都有这个读语出来的值，这个视听用户才有读。对，那像这样的情况下，看视听用户是没有写权限的，嗯，跟 mask 权限相与得到的权限值就是没有权限。嗯，那也就是说默认情况下 mask 给的其实是最大值。对，那任何一个用户权限跟他相与语出来的值都是它的权限原始的本身。对，所以这个最大的 mask 权限是没有意义的。嗯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调整这个最大权限来达到控制这个用户 ACL 用户的最大权限的这种特征。嗯，比如说我们来把最大权限改一下。嗯， set f ACL 杠 m 还是用杠 m 来改。不过上节课我们用 U 来调整用户设定用户 ACL 权限，用 G 来设定组的 ACL 权限，但是要想调整最大用户权限就是 M， 后面写入它的最大权限。嗯，我不再给 mask 权限给读写执行，而仅仅只给读和执行。这个时候指定文件名。嗯，来看一下啊，宽头山上也有这条命令，是一样的啊，一样的。那一旦这样回车之后，我们再来查一下这个 ACL 权限，大家就会发现啊，首先mask 的权限不再是读写执行了，而是读和执行。那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，就算我给这个视听用户给了读写执行权限，他真正拥有的权限只有读和执行。而且大家会发现在这里多出来了两个多余的注释，他的意思是说，虽然所属组和这个组 test group 的 ACL 权限拥有读写执行，但是因为 mask 的权限指定了最大权限只有读和执行，对，所以它真正的有效权限是读和执行。哦，但是它不影响所有者，或者说它不影响这个当前用户的所有者，它影响的就是 ACL 权限和它的所属组的权限，看到了吧？哦，这就是最大有效权限的作用。嗯，我们通过合理的使用 mask 权限，对，可以有效的避免我默认设定 ACL 权限的时候给它的这个目录的权限给的过高。嗯，设完之后呢，我的用户设完之后太高了，让我自己可能都超出我的预料。嗯，那我事先设定好 mask 权限，这时候就算我给了读写执行，他真正得到的权限也不过就是读和执行。嗯，这就是最大有效权限的作用。嗯，哎，其实也非常简单。嗯，是吧？好，那知道了最大有效权限，嗯，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删除 ACL 权限。删除 ACL 权限有两个方法。嗯，一种是用杠 X， 它的作用是删除指定的用户或者删除指定的组 ACL 权限。另外一种是用杠 B， 杠 B 的作用是删除整个文件下所有的 ACL 权限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
我用杠 B 删除 Project 的这个权限，嗯，会把试听用户和 Tester Group 2的这个组的 ACI 程序全部删掉。嗯，但是如果是用杠 X， 我们试试 set F ACI 杠 X， 我们把组 Tester Group 2这个它的权限删掉，这样的话杠啊，写错了是吧？嗯，哎呦塞，好吧，我找了半天，我说哪写错了？原来是这个把 group 的名字写错了。嗯，它是 group 二，这时候就会发现它正确执行了。对，再去查询一下这个 project 的权限，看试听用户的权限还在。对，但是 group 的这个权限消失 了。嗯，这就是用杠 s 参数来指定删除某一个用户或者组的权限。对，那如果换成杠 b 呢？杠 b 就简单的多了。加杠 B 后面直接加文件名或者目录名，它会把这个目录下所有的 ACI 权限全部删掉，再来查看它就是原始的默认权限了。用 LL 去来看，用 LL 来看也会发现这个加号也消失了，哎，就会恢复到它的标准权限了。这就是这个删除 ACI 权限。好，那我们这节课呢讲了两个内容，对，一个是最大有效权限 mask 权限，这个权限还是很有作用的。对，另外一个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了，就是删除这个 ACI 权限。嗯，一个是杠 X 删除指定用户权限，对，一个是杠 B 删除整个所有目录下的 ACI 权限。嗯，那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，下节课再见。再见。如果你想和我交流 Linux 学习的问题，可以登录兄弟连官方论坛，你就可以找到我。如果你有任何疑问，如果你想获取 Linux 的更多学习资料，请关注汽车 Linux 微信公众账号，你就可以找到我。